它一共有五天的任务。首先你进去就是它的地下四层，然后你进去一个房间，你看到这里面有这是一个房间，然后里面有很多东西，它这里有很多 NPC， 然后你要根据 NPC 所提供的线索然后找到它的密码。这么亮，然后我直接说吧，第一关你看这个箱子，你看你看每一列它的箱子的数量对应的它的密码，然后你出去这个门它会告诉你这个密码，这是第一关你就看这箱子的数量。它这地图上到处都是，哦，我看错了，第三个是五。每一个人的这一个提示都是不一样的。啊，通关，很简单，第一关很简单，看箱子的数量。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亮，还有一个灯。好了，进入到第二关，第二关也是这下面的第四层，它这一共有五个房间。首先第一个房间是被封上了，然后第二个房间是一个书房，第三个是房间是一个有一个柜子的地方，第四个就是你刚刚的门，第五个是一个楼梯，但第五个你不用下去，因为你那个门都是进不去的。那么它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三个房间。哎，都灯呢，我不知道为什么下午是没那么亮了。你要看这下面是有锁的，但是这个锁呢，这个锁你要去隔壁那个第二个房间去看完里面所有的书它才可以打开，然后线索也在第二个房间里面。那这是第三个房间的作用，然后这里其实都有一大堆的 NPC 之类的东西，所以现在来到第二个房间，你看这柜子上所有带有颜色的这些书都是可以点击的。一共有18本书，所有线索都在这里，然后你要阅读完所有这18本书才能够开启第三个房间那把锁。好，其实这个你稍微会发音的话，你发现这标红的地方都是乐谱，什么哆哆嗦哆哆瑞瑞咪拉咪发拉嗦嗦咪勒发咪咪发勒哆哆帕嗦西拉嗦嗦拉西嗦哆勒帕嗦嗦咪帕，虽然不重要，
然后这个其实也发现都是乐，其实乐谱的意思，也发现都是乐谱。然后这下面还有一些关于食谱的东西，有没有是吧？比如这瓶酒，这个酒的这配方就是四个蘑菇一瓶什么鬼东西，然后这黑色的酒，然后可可，这就要两个蘑菇包子，三个可可粉，然后这一个什么，应该是果汁 ，orange juice 橙汁，它叫两个柠檬，对不对？两个橙子，三个柠檬。哎呀，这个跟后面的观察有关了，我觉得这个就是线索了，这个、就跟那个符号有的线索有关。这也是乐谱，这有两本乐谱。这个我觉得可能也有关，这个应该也是跟那个线索有关，跟这一关有关的。这个 recipe Oli Tanho Bachin， 我不知道什么鬼东西，南瓜、玩具鸭、蜂蜜，它也是个配方。这个那个什么那个刺儿，有个石块，那个魔法女妖的那个眼泪。这个又是配方的，那酒的配方。这应该跟数字有，或者说跟那个锁是有关系。又是配方。除了这个书，其实很多地方都是有 NPC 的。然后现在回去第三个房间，因为你看完所有的书，然后在下面有个锁，那它会告诉你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这个方块成圆成爱心的这个结果是什么，而你要开的这个锁就是这一个乘法，这个算术的结果。那问题就来了，它对应的数字是什么？这是另外一个问题。那这个线索就在刚才那些书里面了。我不知道这个线索有没有什么用啊，它的意思是观察这个没有缝隙通畅的图形时，请考虑一个二到九之间的数字，给该数字加一，然后乘二，然后加六，然后将其除以二，然后减去您得出的第一个数字，然后看这个完美的数字仅存。